Closed doors, I'm a fool for your love. Alright, we got a crazy song going on right now, so we're gonna go over there and check it out. Let's see what we got. Let's go.
去找牛贝贝来帮忙啊！啊，拜托牛贝贝啊！啊啊！
牛贝贝想到了，哦，他要小老鼠帮他按摩捶背啊。哦 ，OK， 来，喂，哇，牛贝贝有精神了，有精神啊，好，准备来渡河了。哎呀，把小老鼠扛在了肩膀上面，准备来渡河喽。要来渡河喽！哎呀，不是，哎，怎么样跑出这肚子？老虎第三名，兔子第四名，哎呦，哇，威龙在天哦！叫醒我，但是呢，我从他的双眼之中得到了一个讯息啊！啊，什么样的讯息啊？就是呢，他想要把这条绳子旋转起来以后跳绳渡河了。哇，很聪明的，厉害哈！来哦，来哦，准备来跳绳啦！好，准备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们第五名，哎呦，Snake 姐姐来了，哦 ，Snake sister 哦 ，sister 哦，来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六大顺啊，蛇是我们第六名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两个动物要一起来啊，要一起跳，哦，来来来，来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先考你个问题。好啊，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考你这个动物的叫声。来，我先考你这个马怎么叫？马。那那个羊，羊怎么叫？羊。我是问你动物的叫声呢，不是名称，什么马就马，羊就羊。那不然这样，换我来考你。你考我？对，我考你。好，好来，小助手再给我。不是这一只啦，不是这一只，再一只。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传艺小学堂，请问瓦斯怎么叫？瓦斯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是哪个动物过来啦。大哥，你不是说动物吗？怎么会出来个巴达达呢？哎呦，怎么来一根香蕉还长雀斑呢？对呀、啊，还会伸缩。是猴子。非常的灵活、他觉得这个绳子的高度不够，没有挑战性。好，我们让他挑战我们肩膀的高度啊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猴子实在是很嚣张啊，觉得高度还不够。好，我们让他挑战我们最高的难度。超过两公尺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比他牛，来哦，各位大
朋友小朋友仔细来看哈，来看我们猴子要如何来跳过去啊！好，来喽，来喽，准备起跳！哎哎，哇，哎，你怎么突然中风了？他就像闯红灯一样，就闯过去了呢。你这个很顽皮，教训他。小心，小心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！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这个猴子呢，他听不懂人话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让我来跟他交流交流啊。
备，啊，预备。
朋友尽量往前哈，我们十二生肖会在最前面一排来跟大家进行大合照，喜欢下面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粉丝专页来自行下载哦。来，哎，哟，我们皮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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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要拍照进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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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Crazy experiment right there. Awesome performance. Woohoo! Let's go!